平平四位礼义廉耻，稍逊。一马又就。某位开头那里。这个游标可以移动。不死，自古说。古馆129怎么没有呢？1129，十子共往，然后的乙，注意所引此哀七年时也，百劳，劳具100也，周礼上公九，劳，侯伯七劳，子南五劳，今吴征百劳，宜不是礼故也。子贡，对乙周礼，而后吴王是征也。正义扩地至云，故曾城在宜州，城县。地理志云曾县属东海郡也。孔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一事时，卫君折父不得，立在外，诸侯数以为让，而孔子弟子多事于卫。卫君欲得孔子卫政，子路曰：卫君待子而卫政，子将西先。二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？三子路曰：有事哉。子之于也。”何其正也！四孔子曰：“也哉有也！吾夫民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六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，手足矣。夫君子谓之必可名，言之必可行。昔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注意及解褒是曰：周公、康叔继位兄弟，康叔慕于周公，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也。注两集解褒是曰：问往将何所先行？注三集解马融曰：正百世之名也。注四集解褒是曰：欲游远也，言孔子之言远于是也。注五集解孔安国曰：也不达也。注六集解孔安国曰：礼以安上，乐以宜风，二者不行，则有淫行滥法也。注七集解王肃曰：所明之事，必可得名言；所言之事，必可得遵行者。其名言，畅有未济是僵尸，与其战于狼，克之。一季康子曰：子之于军旅，学之乎？信之乎？畅有曰：学之于孔。 PG 1130。子季康子曰：孔子何如忍哉？略曰：用之有名，播之百姓，执诸鬼神而无憾，求之至于此道，虽累千舍，夫子不立也。康子曰：我欲召之，可乎？略曰：欲召之，则无以小人顾之，则可以而为。孔文子二将公太熟，三问策于仲尼，仲尼辞不知，退而命宰而行，曰：鸟能则木，木岂能则鸟乎？四文子固止，会稽康子，逐公华公兵公陵，一必迎孔子。
孔子归鲁。注意集解徐广曰：此哀公十一年也，却无惠曾已四年矣。年表哀公十年，孔子自陈至魏也，所引徐说去惠四年是也。按左传集此文，孔子是时在魏归鲁，不见有在陈之文。在陈当哀公之初，盖年表物耳。正义扩地志云：郎亭在徐州藤县西53里。注两集解符前曰：文子魏青也。注三集解左传曰：太熟明吉。注四集解符前曰：鸟欲己，木以欲所知之国。孔子之去鲁，凡14岁而返乎鲁。一注意所引前文：孔子已定公14年去鲁，既至此13年。鲁系家云：定公12年孔子去鲁，则首尾计15年矣。鲁哀公问政，略曰：正在选臣。季康子问政曰：举直错诸枉，一则枉者直。康子患道。孔子曰：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二然鲁中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是。注意集解褒姒曰：错智也，举正直之人用之，废智邪枉之人。所引论语记康子问政，子曰：正者正也。又哀公问曰：何为则人服？子曰：举直错诸枉则人服。 PG 1131。经此出论康子问政，为何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？盖太史公粗略论语未闻而失事实。注两集解孔安国曰：欲情欲也，言明化于上，不从其所令，从其所好也。孔子之时，周氏为而礼乐废，诗书缺，追弃三代之礼。序书传上祭唐虞之祭，下至秦庙，鞭刺其事，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其不足争也。因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一足则无能争之矣。观音下所损益，曰：后虽百世可知也。二以一文一直，周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三故书传礼记自孔氏。注意集解褒姒曰：征成也，启宋二国，夏殷之后也。夏殷之礼无能说之，启宋之君不足以成也。注两集解何晏曰：物类相照，世数相生，其变有常，故可预知者也。注三集解孔安国曰：兼是也，言周文章备于二代，当从之也。孔子与鲁大师乐其可知也。始作戏如一纵之纯如二角如三翼如也，以成四无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雅宋各得其所。五注意集解何晏曰：太师乐观明也，吾因始奏戏如盛也。注两集解何晏曰：言五音既发放纵劲，其声纯和谐也。注三集解何晏曰：言其音节明。注四集解何晏曰：纵之以纯如角如亦如言乐始于戏如而成于三者也。 PG 1132。注五集解郑玄曰：反鲁，鲁哀公十一年冬，是时道衰乐废，孔子来还，乃正之，故雅颂各得其所。古者是3000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众，一曲可施于礼义。上采气候祭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任席，故曰：官居之乱以为风始。二鲁名为小雅始，三文王为大雅始，四清庙为宋始，五305篇孔子皆显歌之，以求和少无雅颂之。因离乐自此可得而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义。注一正义去，秋吕反，仲烛龙反，注二正义乱，离也。
师小序云：官居，后起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封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毛长云：关关，和声，居鸠，王居也，鸟至而有别，后起悦乐君子之德，无不和谐，又不隐色，甚故幽深。若居鸠之有别，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父有别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君臣敬则朝廷正，朝廷正则王化成也。按王居金口恶也。注三正义小序云：陆敏，燕偶臣嘉宾也，既饮食之。又食必薄匡肥以将其后裔，然后忠臣嘉宾的尽其心矣。毛长云：陆的品，悠悠民而相呼，肯诚发乎中，以心加乐宾客，当有肯诚相招呼以成礼也。注四正义小序云：文王，文王受命作周。郑玄云：文王初为西伯，有功于你，习得这见于天，故天命之以为王，使君天下。注五正义小序云：清庙，似文王也。周公继承洛邑，朝诸侯虑以似文王焉。毛长云：清庙者，既有清明之德者之功也。未继文王，天德清明，文王相焉，故继之而歌此诗也。孔子婉而喜意，续一彖，二喜，三相，四说卦，五文言。PG 1133，六读易，为编三绝，曰：嫁我数年，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。注一正义序：易序卦也，夫子作十易，未上彖，下彖，上象，下象，上系，下系，文言，序卦，说卦，杂卦也。易正义曰：文王既由64卦分为上下篇，先后之次，其理不易。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叙其相次之意。注二正义兔乱反：上彖卦下辞，下彖爻卦下辞。易正义曰：夫子所作统论一卦之意，或说其卦德，或说其卦意，或说其卦名。庄氏云：彖断也，言断定一卦之意也。注三正义如字，又因系。易正义云：系辞者，圣人系数，此辞于爻卦之下，分为上下篇者，以简编重大，是以分之。又言系辞者，取刚系之意也。注四正义上象，卦辞，下象，爻辞。易正义云：万物之体自然，各有形象，圣人设卦以写万物之象，今夫子是此卦之象也。注五正义易正义云：说卦者，臣说八卦的业变化法相所谓也。注六正义易正义云：夫子赞明易道，深说易理，是乾坤二卦经文之言，故称文言。又杂卦者，64卦以为易，于序卦之外，别言圣人之心，因时而作，随其事宜，不必相因，习当有损益。又云杂糅析卦，错纵其意，或以同象类，或以异象名，按使不出杂卦，故复之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深通六艺者70有二人，如颜卓邹之徒，一颇授业者甚稀。注一正义卓英卓，邹英句，颜卓邹，非77二人数也。孔子以四教文、行、忠、信，一绝四无义，二无弊。PG 1134，三无故，四无我，无所胜其战及。六子罕言利与命与人，七不愤不起，举一于不以三于反，则弗复也。八注意集解何晏曰：四者有形直，可举以教。注两集解何晏曰：以道未度，故不任意也。
注三集解何晏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故无专弊。注四集解何晏曰：无可无不可，故无故行也。注五集解何晏曰：树古而不自作，除偶萃而不自溢，为道是从，故不有其身。注六集解何晏曰：此三者人所不能慎，而夫子慎也。注七集解何晏曰：寒者息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命者天之命也，仁者行之圣也，寡能及之，故奚言之。注八集解郑玄曰：孔子与人言，必待其人心愤愤，口诽诽，乃后启发未说之，如此则是思之深也。说则举一端以与之，其人不思其类，则不重教也。其余乡党循循疑似不能言者，其余宗庙朝廷便便二言，为景耳。三朝与上大夫言，隐隐如也；四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五注一集解王肃曰：循循温公茂也，所引有本作君，君因妻循反。注二所引论语作便便。注三集解郑玄曰：为变而谨敬也。注四集解孔安国曰：中正之貌也。注五集解孔安国曰：和乐貌，入宫门鞠躬如也，趋近亦如也。一君召士兵，二色薄如也，三君命召，不四驾行矣。四 PG 1135。注一集解孔安国曰：言端好也。注两集解郑玄曰：有宾客，使迎之也。注三集解孔安国曰：必变色。注四集解郑玄曰：即趋君命也，行出而车驾随之，与馁肉败，歌不正，不食，一席不正，不坐，食与有丧者之策，未尝饱也。注一集解孔安国曰：余败曰馁也。是日哭则不歌，见其衰骨者，虽童子必变。一注一集解褒姒曰：骨盲三人行，必得我师，亦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二使人歌，善则使复之，然后和之。三注一集解何晏曰：言我三人行，本无咸鱼，则善而从之，不善而改之，无常失。注两集解孔安国曰：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。注三集解何晏曰：乐其善，故使众歌而自和也。子不与怪力乱神。一注一集解王肃曰：怪怪异也，力为若傲荡舟，乌或举，千军之属也。乱为臣是君，子是父也。神为鬼神之事，或无意于教化，或所不忍言也。李冲曰：力不由理，思怪力也；神不由正，思乱神也。怪力乱神，有与于邪，无益于教，故不言也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文也。一夫子言天道与性命。 PG 1136。夫可得文也矣。二言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三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五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，既解我才，如有所立，卓尔虽欲从之，灭有也矣。六达向党人童子曰：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七子闻之曰：我何直，直欲乎？直射乎？我之欲矣。八劳曰：子云不是，故意。九注一集解何晏曰：张明文采行直者见，可以耳，目循也。注两集解何晏曰：信者人之所受以生也，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，生为
故不可得而闻之。注三集解何晏曰：言不可穷尽。注四集解何晏曰：言乎恍不可谓形象。注五集解何晏曰：循循，次序茂也，又进也。言夫子正以此道尽劝人学有次序也。注六集解孔安国曰：言夫子既以文章开博我，又以礼节，节曰我，使我欲罢不能，以节无才矣。其有所立，则卓然不可。即言己虽蒙夫子之善用，犹不能及夫子所立也。注七集解郑玄曰：达相者，党名，五百家为党，此党之人美孔子学道义，不成一名而已。注八集解郑玄曰：文人美之，成以千也，无直欲者，欲名六艺之卑。注九集解郑玄曰：老者，弟子子老也，是用也。言孔子自云：我不见用，故多记义也。鲁哀公十四年春，受大也，一熟孙氏车子除伤获寿，二已，未不祥，仲尼视之曰：临也，取之。三曰：何不出图？ PG 1137，若不出书，无以已夫。四言冤死。孔子曰：天丧与。五及西受见礼曰：吾道穷矣。六喟然叹曰：莫之我夫。子贡曰：何谓莫之子？七子曰：不怨天，不由人。八下学而上达，久之我者其天乎？十注一集解福前曰：大也，叟名鲁田圃之长处，盖今句也是也。正义扩地至云：霍林堆在运州距野县东十二里。春秋哀十四年，金云西受霍林。国都城纪云距野故城东十里，泽中有土台，广伦四五十步。俗云霍林堆，去鲁城可三百余里。注两集解福前曰：车子，为者也，除伤，名也。所以春秋传及家与病云：车子除伤，而福前以子为姓，非也。今以车子为主车车事，为者之人也。人为故略其姓，则子非姓也。注三集解福前曰：临非时所常见，故怪之，以为不祥也。仲尼名之曰临，然后鲁人乃取之也，名临为仲尼至也。注四集解孔安国曰：圣人受命，则何出图？今无此瑞，无以以夫者，伤不得见也。何图？八卦是也。注五集解何修曰：与我也，天生颜渊为夫子辅佐，死者是天将亡夫子之政者也。注六集解何修曰：临者，太平之寿，圣人之类也。时得而死，此天亦告夫子将没之政，故云耳。注七集解何晏曰：子贡怪夫子言何谓没之己，故问之。注八集解马融曰：孔子不用于事，而不怨天不知己，亦不由人。注九集解孔安国曰：下学人事，上达天命。注十集解何晏曰：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故曰为天之己。PG 1138，不降其志，不入其身，伯夷孰其乎？一味柳下惠，少连降志入身矣。位于众夷亦隐居放言，两行中清，废中权，三我则异于世，无可无不可。四注一集解郑玄曰：言其执己之心，不入庸君之朝。注两集解褒姒曰：放志也，志不复言事物也。注三集解马融曰：清纯洁也，遭事乱，自废以免患，何于权也。注四集解马融曰：亦不必进，亦不必退，唯义所在。子曰：弗乎弗乎，君子并莫视而民不称焉，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乃因《史记》作《春秋》，
上至隐宫，下弃哀宫十四年。十二宫，巨鹿、青州、一顾阴，运之三代。二曰其文辞而止薄，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春秋贬之曰子。见土之会时赵周天子，而春秋会之曰天王授于河阳推。此类以绳当世，免损之意。后有王者举而开之。春秋之易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注意所引言夫子修春秋，以鲁为主，故云巨鲁、青州、盖。孔子之时周虽为，而青州王者，一见天下之有宗主也。注二正义阴中也，右中运下阴周之事也。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服毒有也。至于魏春秋，比则比，萧则萧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弟子受春秋，孔子曰：后世之秋者以春秋，而最秋者亦以春秋。一注意集解刘熙曰：智者，行尧舜之道者也；罪者，在王。PG 1139。公之位，见贬爵者，名遂。子路死于魏，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复杖逍遥于门，曰：四如来何其晚也？孔子应叹，歌曰：泰山坏乎！一梁柱摧乎！哲人伟乎！二因以涕下。谓子贡曰：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与。三夏人病于东街，周人于西街。因人两柱贤，昨木与孟作殿两柱之贤，于始因人也。后七日卒。四注一集解郑玄曰：泰山西山所养。注两集解王素曰：伟顿也。注三集解王素曰：商道之不行也。注四集解郑玄曰：明圣人之命也。正义扩地至云：汉封夫子十二代孙中为包成侯，升光为丞相，封侯，平地封。孔霸孙莽二千户为包成侯，后汉封十七代孙智为包成侯，魏封二十二代孙宪为崇圣侯，晋封二十三代孙正为奉圣亭侯，后魏封二十七代孙为崇圣大夫。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孙贞为崇圣侯，高齐改封贞为恭圣侯，周武帝改封邹国公，隋文帝仍旧封邹国公，炀帝改为少圣侯，黄唐给赋二千户，封孔子一孙孔德伦为包圣侯也。孔子年七十三，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。一注意所引若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，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；若襄二十二年生，则孔子年七十二。经传生年不定，致使孔子寿数不明。哀公累之曰：明天不掉，不亦一亦老，一必平于一人矣。在位穷穷于在旧，二呜呼哀哉！一父无自律。三子贡曰：君其不美于 PG 1140。鲁乎夫子之言曰：礼失则昏，名失则迁。失志未昏，失所未迁，四生不能用，死而累之，非礼也，称于一人，非名也。五注意集解王素曰：调善也，义且也，一老为孔子也。注两集解王素曰：旧病也。注三集解王素曰：父丈夫之显称也。律法也，言无以自谓法也。注四所引失礼未婚，失所未迁。左传及家语皆云失志未婚，失礼未迁，与此不同也。注五及解符前曰：天子自谓一人，非诸侯所当名也。孔子葬鲁城北寺上，一弟子皆服三年，三年新丧毕，相绝而去，两则哭。
各复进哀，或复留，唯子干卢于一上。三凡六年，然后去。弟子及鲁人往从夷而家者百有余事，因命曰孔鲤。鲁氏是相传以岁时奉辞孔子仪，而诸如一讲礼相引大赦于孔子。仪是村里的礼、孔子仪大以清，故所居堂弟子内。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禽车书，四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。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辞焉。诸侯卿相至，常先谒然后从政。注意集解黄览曰：孔子一去成一里，宜迎百亩，宜南北广十步，东西十三步，高一丈二尺，宜前以灵辟为祠坛，方六尺与地平，本无祠堂，宜营中数以百数，皆一种。鲁人世事，无能明其数者。明传言孔子弟子一国人，各持其方术来种之，其术作焚落离安贵五味禅坛之术。孔子营中不生，荆棘及刺人草，所引落离，各离二因，又因落离，离是草，名也，安贵，乡名，出西域，五味药草也。禅因禅，禅坛，坛术之别种。TG 1141，注二所引绝因绝，绝者别也。注三所引暗家与无上字，且李云是目不灯笼，岂何卢于一上乎？盖上者亦是鞭策之意。注四所引为孔子所居之堂，其弟子之中，孔子末后后代，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禽书于寿堂中。孔子生礼，字伯鱼，一伯鱼年五十。先孔子死。二，注意所引案，家与孔子年十九，娶于宋之病官氏之女。一，岁而生伯鱼。伯鱼之生，鲁昭公使人移之礼鱼，夫子荣君之赐，因以名其子也。注两集解黄览曰：伯鱼移在孔子移东，与孔子病。大小相望也。伯鱼生疾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，常困于宋。子思作中庸。一，注意集解黄览曰：子思移在孔子移南。大小相望，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。子上生求，字子家，年四十五。子家生鸡，字子金，年四十六。子荆生川，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，常为魏襄。子慎生父，年五十七，魏成王舍博士，死于城下。父弟子襄，年五十七，常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，长九尺六寸。子襄生中，年五十七，中生武。武生延年及安国，安国尉，今皇帝博士，至临淮太守。早卒。安国生昂，昂生欢。太史公曰：师有之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是鲁观众尼庙堂车，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。余之回流之不能去云。一天下君 ，PG 1142，王至于贤人西矣。当时则容，没则已焉。孔子不一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义者，折中于夫子。二可谓至，圣矣。注意所引之，敬也。言之敬持回不能去之。有本意作低，回意通。注二所引离骚云明武帝以折中，王师孰云折中，正也。宋君云折断也，中当也。按言欲折断其物而用之，与杜相中当，故以言其折中也。所引数赞孔子之咒，
出于山国，夫妇能让，正考名乐，房熟来奔，邹人几族，泥鳅诞生，缺李生德，七十升堂，四方曲泽，卯朱两关，麝香加谷，歌凤俱衰，气灵何促，九流养尽，万古青竹。PG 史记卷。